好 ，OK， 那接下来带来第一个魔术是什么呢？叫发牌出事哎。首先第一步，我们要请一个人帮我们喊停。好，那我们小助手站旁边就好了。就是我一直发牌，那他会帮我喊停 ，OK 吗？好，来，可以准备发牌停喽。停。好，他喊停之后呢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很简单，把牌分四堆，像这样子，一二三四 ，OK。好，稍微移过一点，让镜头看清楚一点。好，像这样子分四堆。那这是他喊停的位置哦，他会喊在哪？我们不知道，但神奇的事就要发生了。稍微整理一下好了，好，就会发现一件事：一张 A， 两张 A， 三张 A， 四张 A， 就会出现四张 A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直接进入教学。首先呢，一副牌一定会有四张 A， 先把四张 A 拿出来。好，那其他的把它整理起来。好，那接下来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第一步，把这四张 A 先放在这个上面。好，那理所当然就很简单了。什么叫发牌出真？照做就会成功。好，我先把四张 A 翻过来给你们看。平常 PS 不可以翻过来哦。好，那这一张放这里就好了。好，那就这样说，我等一下一张一张发，随时帮我喊停 ，OK 吗？然后这个时候，如果他很快停，哎，糟糕，有点少怎么办？换一个人，左边或右边换一个人。好，再喊停 ，OK。那如果你发现第二个也是一样，马上喊停怎么办？说好。那再找做一个人说好，接下来呢，10到15包我学一张，就让它多一点，不要太少就好了。好，那包完之后就很简单了，注意哦，就1、2、3、4，照这个动作重复动作就好。1、2、3、4，因为我桌子有点斜，可能滑一下，你就会发现怎么样，4张就会跑出来，有没有？试看看吧。